李嘉欣晒温馨父子照，曝光13岁 Jaden 高大帅气。54岁李嘉欣近日被网民发现同老公许俊亨现身英国，陪仔仔 Jaden 到英国的顶尖贵族寄宿学校威灵顿公学开学，二人出现新生家长活动。13岁的 Jaden 被赞长得高大帅气，嘉欣今日亦在微博贴上 Jaden 同爸爸两父子悠闲地谈笑的照片，留言猜猜 M 最爱哪一个他。照片里面的 Jaden 已经暴风成长，照比例身高已经超越爸爸，网民都惊叹他长到咁高，又话两父子似两兄弟 ，JM 已经长成大公子，仲话他都好难，他搵任何女仔都唔太可能靓过佢妈咪。袁彩云翻香港，老友相聚，陈敏之话十几二十年嘅友谊。嫁咗去加拿大温哥华嘅袁彩云，暑假同老公同埋女女翻香港见见朋友。今日陈敏之就喺社交平台上载咗几张相，写下十几二十年嘅友谊，寻晚因为彩云回来，大家可以一齐重聚，仲好难得有下场，一起夜蒲，大家都好开心。希望大家保持年轻，多啲再聚。相里边个个都系90年代喺无线拍剧嘅拍档，大家都识于微时。有唐文龙、黄纪莹、向海南、刘晓彤、车婉婉、黄燕姿同埋陈燕恒，好友相聚，大家影合照时都比下心心同搞下鬼。杨善瑶留言，下次叫埋佢。见到好耐冇出现幕前嘅一班人，对网民嚟讲，全部都系回忆杀。